加七五加一百，哦，嚯，嚯，嚯，早安呐、啊，各位早，早上好。哈哈，等一下，挡不住哎、欸。我好烂哦！我好烂，我好烂，我好烂！等一下，好，等一下，好，等一下。打不赢！哎，安安安，等一下，发现我好烂哦。我的水晶塔不断的受到攻击，一百人，等一下哦，打一下他。嗯，看来我们要再盖个 plus， 啊，让他死吧！哎，啊，看一下那个帽子可以丢多高，这么高哦，有多少？440。好，各位早安。对面啊！哎，我要盖个新的 Plus， 不然他打太高了，打不赢。440，没有啊，就是做点事情。哎，你们知道到啥？哎，这样想不到。来，我们。我看一下、喔，开始。悄悄早安，青蛙早安，蚊子早安，喜羊羊早安，空鱼早安，无名早安，狼月早安，柴鸟早安，棉被猫早安，小龙早安，夜蜂王早安，番茄早安，零一早安，赖早安，鹿本早安，门零一早安，阿七早安，丁安安，赖赖早安，新化早安，啊，没了。你们早啊。打不赢，打不赢，440嘛，440，这里，还是可以不用平台啊。教主看一下绿界，等一下我绿界又坏的细不细？等我一下哦。你出门哦、喔，你刚出门哦、喔。哇靠！啊，好像有点太高哎、欸，高到
刮到鸟妖会喷下来。等一下啦，等一下啦，鸟妖等一下啦。这根本不用啊，等一下哦。好，我们去看一下绿界。绿界，我可以乱谎报金额吗？啊，早上的哦。你是什么时候出门？你早上不是还在看月月台吗？不是说什么七月什么东西的？实况组明晰啊、哦！你几点给的啊？偷偷来，你太偷偷来了吧？感谢狼月的100万，哈哈，没有啦，感谢狼月的1000块。啊，你钱存好了、喔，不是钱存好了，你买到想要的东西了吗？你有先买到想要的东西才给钱吧？不可以自己的东西没买到就给钱。8点多，你太偷偷来了吧？欸，可以不要都在没开台没怎样的时候偷给吗？你这样真的不好哦。你们这样子默默付出是不太好的行为哦，懂吗？狼月知道了吗？买好了哦，恭喜！那我们先来研究一下烟酒啊，我们的这个设施咋盖嘞？嗯，这样应该可以了吧？看一下哦。啊，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在要盖什么东西。啊，单纯就只是抵御入侵的平台。可是我觉得我的法师技能很烂。好，我们再来试试看。知道了，下次还会再判的。哇，你把我这当月月台吗？好，那记得你犯了，你毒瘾犯的话，要再记得提醒我去看。我想说，奇怪，我绿戒最近没坏掉啊。什么？你跟我讲说什么看？吓到我了。bug 喽！哎，不能这样！哎，怎么可以这样？哈！完蛋，我不能有阻挡物是不是？好，我懂了。好的，我懂了。好的。怎么了？怎么了？没有啦。啊，现在在盖这个，你看有阻挡物，他们会直接伸你到旁边来。好，好，我知道了。阿且我打不赢阿且。不要在台面上这样子叫吼，但是这样叫很多人以为没死也不错。什么东西？啊！你们在聊什么不知道的东西？怎么打、啊？不会打哎、欸，撑着晚上支援就到了，没有啦，支援没到就算了啊，不然能怎么办？对不对？哇，我先盖那些平台啊，快点，
合理。而且晚上不一定玩这个啊，小月不在啊，可以玩这个啦，可以玩这个，反正小鱼不在，他请假啊，啾。看着这个头要看，一二三，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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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然后拿锤子。那个线，那今天，为什么开台就开始变热了？哦，好傻眼哦 ！1233，1233。刚原本开台还没有那么热，我想说，可以开欸。结果殊不知又热了，姚爽妹，这里，完美，太好了，关掉 ，OK。只好叫小鱼来台帮你亲身补偿了，他曾经有来过啊。讲什么补偿呢？哎呀，说啥补偿呢？啊，白天了，我们再来试一次。好，放回来。关掉，我看一下哦。我拿什么？啊，箱子。对。好，出发，再来。哦，有，伤害有起来，白痴哦，拿错装备啦，应该够吧？十强之后的真的不好打、欸。哎呀！结果什么都没吸到，白痴！好忙，好忙，好忙！天哪、啊，
大师怎么那么难玩？啊，至少有比较好一点啊。不要靠近我的塔呀！好忙哦！哇！哭出来，好痛哦！完蛋！嗨，泡芙安安，然后雅欣安安，无意安安，我们可以猎龙啊！哦不！哦，撑住啊！应该撑得住吧，我都撑住了。啊哈哈，我们去下面捡捡看有没有东西啊。爆了！哦，好难过，好难过哦。你想一下哦，我觉得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呢。我刚是漏到了什么？嗯，血量伤害不够，啊，太怪了。哦，打不痛就是打不痛。哎，嗯，萌性叫不出口。啊，还是你们法杖真的卖掉了？我想说，我试试看那个好了。哎、欸，还留着哎、欸，是谁？谁这么棒？193，找到希望了，各位，我们还有希望。再来，哎、欸，放错了。买个。买个保险柜哦，解释一下哦，有人不知道那个嘛，棉花糖是干嘛的，对不对？这个棉花糖，它要配木棒，看好哦，欸、不是木棒哦，木头，没有，好，它配一个木材，然后就这样子，它可以拿在手上，有没有？变这样子了。啊，就这样靠近他这边，然后他不像猎龙，他熟了自动会变成熟的棉花糖。哎、欸，哎、欸，好了好了好了，看熟棉花糖，然后就吃掉，哎、欸，就这样子，棉花糖是这样子。嗯，带这个吧，嗯、换掉。生命提升再生速度，提高没有？你只要吃东西都会提高，你吃越好，提高越多。你看一下好不好？史莱姆400多滴血，他想杀了我。回家多拿瓶水好了。
看大师多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多买一点好了，方便。现在主要就是要刷这个装备出来了，原旧食谱了，不用啦。它理论上打怪掉的那种橘色品质的几乎都是好的。那通常我们吃的都是那个、啊、这个海鲜料理，这个是用蓝色品，就镜面鱼那种蓝色品质的鱼。驾驭。下雨天怎么办？砰！砰！砰！等一下，我是把自己的水晶打爆了吗？等一下，我把自己的水晶打爆了吗？有多妈的哦，怪怪的哦，我怎么才打两下水晶就不见了？伤害测试，没有啊。啊，白痴！我这没开啦。这么吵，你再说一次。OK， 然后哈哈，落井下石哦，好爽，我、哦、好开心哦！有吸到了，吸到水啦！哇，还好，不知道是谁，感谢他有留一个法杖给我，谢谢。一定是小鱼握揪口，不要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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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不准靠近，不准靠近，不准靠近！啊！不要靠近我呀！
哎、欸，太过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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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好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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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一个。好像玩了，你说点不到的那种以前的 Flash 游戏吗？点苍蝇吗？一个血，完蛋！我撞！黑月早安。趁现在大吸一波，别！有了有了，好像有感觉，来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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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大概知道了，等一下哦，啊，哦，我好像不知道了，对不起。就是右上角吧，右上角，我用肉体去挡好了，不行哎、欸。不行，大师真的好难打哦。经典的话，随便玩。然后这些啦，太黑看不到的，不要逼我放背景墙哦，真的不要逼我放背景墙哦。警吓死，警吓死，爆炸啦！我要死。好，大概知道了，就是这里要再放个。墙壁过去，好，先回下去哦。什么东西哈？黑暗法师的啥？放置物哦。嗯，有三个阶段，一开始只有大魔法师和机械王随便一只，会有巨人、骑士、巨人、飞人。哦，我知道啊。机械王后就是会出那个
巨人，把食人魔嘛。那时候其实我也没有，我真的没有想过我们会打过那个啊，打这么快啊，打那么快的代价就是装备都还没弄起来，冲动了。哎呀，我先改掉。不是，觉得这电梯很棒哎，看。这边要盖一条，然后要插火把，我看不见。别闹，心情不好。然后，啊，看到这个巫师卖的那个冰雪魔杖啊，如果喜欢盖建筑的，记得买。很有用，你就不用像荷叶啦，你就不用从那个水下开始放方块上了。可是现阶段要好的法杖，要打那个了吼，那啥朱砂啊，还是我们来盖朱砂的那个。直接虚空，就你看啊，如果今天是要在这边盖个东西，那冰雪魔杖它其实就是放一个有伤害的冰，像这样子，它其实有伤害的，它其实有伤害的啊，但是可以困人，我那时候就用这个在困人，那时候跟阿杯在玩高尔夫球的时候，他就。高尔夫打过来，我就这样子挡住。那这个挡住之后，你就可以放方块上去。你看，就可以这样子，就可以这样子。然后它过段时间就消失，所以很好用。我会买，就是会买一个放在小肚铺满里啊，因为就喜欢盖东盖西的。办好不够，还是我去开其他模式去刷方便。我开其他模式难度去刷好了，不然刷不了，装备起不来。哎呦，方便。好，来去实验室玩。多了。啊。其实现在很热，我也很佩服我怎么耐热程度可以顶这么高。
等下，这难度是啥、啊？经典吗？哦，对，经典，一二三四，应该吧。安安你好，亚刚绿界跳通知提醒我。我是神吧？怎么那么强啊我？来挂机啊，挂机游戏。早安，小鱼大师的守塔打不了，救我！我单人打不了，我好弱，我好废，我是废物吧？早安，小月。欸不对，这是第一波的啊，不是第一波的啦，这个是还没打过三王的，因为很强啦，是他们带过分，没有欸，不要再安慰我了，哎呦喂啊。这是什么血量？好幸福哦！这是什么幸福的伤害？你看，他们这是一个爱心。啊，既然要挂机的话，不然我们来日麻好了。幸福的世界，哎、欸，对，想起来是经典啦。早安，就够早。干什么？干什么？好幸福哦！怪怎么一下就死掉了？我在做梦吧？わらわのような神様を待たせるとは、随分な度胸ではない。あ、对呢，有登录哈。わらわに気に入られているとはいえ、一二三，这三天还来得及？都忘记有登录了，我还提醒他们要记得登录。哦，天哪！
确定。来吧，既然要挂那个天国点数。上线。来，你们慢慢来，我继续慢慢逛。哎，满了，太快了吧！哎，头吗？头，你是不用上班哦，又上泰拉瑞亚哦。太强人所难了吧？强人所难，喷屁呀！啊，喷屁呀，喷屁呀！天国哥布林，好啦，等一下专心打好了，我等一下游戏关掉，这个私下再刷就好。哦，对，然后我私下好去刷一下那个，不刷啦，挖一下那个叶绿矿，够大家做装备了，所以你不用生子弹。再打嘛、欸？对啊。天哪，我会被击退。然后把泰拉关掉。嗯，啾啾啾啾啾啾，进波攻速完成。哎，怎么那么多波哦？哔哦哔哦。哎呦，大声！呦，想打。哦，为什么对我来讲，现在看到那种大鱼小鱼那种表情符号，我会觉得说醒醒吧，男人，在那边装什么可爱？哇，十具吃了魔一下就死了欸。再来啊，想要刷一个东西是那个除了万圣节的东西还有圣诞节的那个一个坐骑，他会开枪哦。圣诞节的那个圣诞老人的坐骑会开枪，很棒哦。リーチ。ズモ。どうだ。ズ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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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让你安静个几秒钟。几个啊？哦，25个哎，那好像我还是稍微在这边挂一下好了。等一下哦，啊，各位等等哦。
什么东西？改一下封面标题，不封面啊，改标题。雀魂麻将。我要干嘛？这样子。目前。雀魂麻将，必要がなければ目前雀魂，これこそが篠宮家の流儀よ。哦，好，不错，好的。看，讲个很可怜的事情，我又忘记关那个，那怪全部变透明化的。怎么阿七也中？哦，中名是这个意思。你的牌好吃吗？还好，还好，谢谢你喂得这么漂亮。你看，我只是把你 不喜欢的牌，清一色碰碰符。
トイトイ、鎮逸。ハネマン。哭啊啥？哭什么？动不动就哭。安安别哭，哭什么？哭什么？弄！我阿七哦，我哭吧。切り捨てる。これこそが篠宮家の流儀よ。あら、ロン。我没哭，很坚强。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没事的，阿七。没事的，坚强的阿七。阿崔想要统治，是不是阿崔？哦，猜错了。红一次，走啦！晨晨安安，晨晨安安。
七。各位，吵起来喽！按错了，灯亮了。完了，好吵啊！突然要丑了吗？暗套哦。暗套炸弹军团已击败，等一下哦，卖掉卖掉，当地人。必要がなければ切り捨てる。これこそが篠宮家の流儀よ。光遇退游，我直接不知道要做什么。你为什么要退游？都加好友了，怎么可以退游呢？哎，女服装。好了，感谢番茄、阿七跟门尼义啊，走开。为什么要退游了？怎么了？什么东西让你不满意吗？居然给我复刻了红耳机，不开心这样吗？还是什么东西？还是跟人吵架了？
没有啊，就觉得有点无聊啊。我也觉得啦。其实我那时候开台也说啦，要不是有就是一群部落开始回来玩还是怎样的，不然我也是每天行程就是那样子。对吧？怎么变丑了？我的大三元呢？奇怪，我的大三元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直播还在原地盘旋。哦，我的大三元。所有的悲伤留在分手那天。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我的天哪、啊、我对你付出的青春这么多年换来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对，我就在等六啊。诶、欸、成全了你的心潇洒与冒险，成全了哎呦喂呀、啊、我放错位置了。他对你付出的青春，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リーチ。うん。角。丢了，我去跑图。好的，波波。不行，我觉得有机会。不行，没机会。哦、他对你不，而且也不算退啊，是其他游戏然后无视萌新打，然后任大佬玩什么？哦，好啦。记得回来的时候跟我说，我给你个抱抱，好吗？我们的抱抱约定。嗯。哎、欸，彩鸟，你打什么？我打什么？
YT 不知道干嘛？你不是做梦梦到了什么东西吗？欧元爸爸，想一下、喔，你今天不是梦到什么捡那个尸块？ミスでしたか？ジ。教主都在偷看，拜托，那还用得着说吗？你看，不然今天总会知道你什么要前什么七月有什么要买的东西。偷窥型实况。你萌新号没加我啊？啊，就是我是说本号啊。リエジ好壞喔、我七月沒有買東西啊，是有人要掛我一個月。你說那個哎呦馬鼠那些嗎？我想說你們不在爭那個嗎？烤馬鼠没有太认真看啊，这个啦，这个当时如果也不是当时啊，我记得这个有刷到啊，就是这一色会有那个喷出去，凤凰喷出去。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哦，75了，再刷再刷。我对你付出的青春怎么说？你妈的嘞！哈哈，抱歉，张嘴，我拿去换号了。哦，你说本号吗？找你开台的时候我再加一次。哦，早说嘛！想说有一次跟他打招呼安安，然后完全没有理我就跑掉了。真的。好啊，不然关台前提醒我加你好友，如何？想打？注意，五暗客单骑。哎呦，其实有点漂漂亮亮的哦。啊，如果我忘记的话，那下次开台再提醒我一次，可以吗？我不是故意要忘记的啊。繁星骗人，雀魂才没有五暗客咧，好哭，对吧？因为其实之前 有几次开台，有几个说要加我好友，就加到我忘记加回去了，然后我就感到很抱歉。W 不要打超过三个，嗯，对，没事没事没事，太开心我懂。没有啊，重点没有要那个，不是，不能打超过三个，原因是因为你们同一个符号打太多。后台会显示说是垃圾讯息，谢谢，谢谢三汉克，谢谢谢谢一二三三汉克，字魔地址两宝牌啊，谢谢，我可以玩泰阿瑞亚了，对吧？
还是现在可以开了啊？等我一下、喔，好像可以哦、喔。噔噔噔。那我下次看到你的本号，我再删掉啊。更新。下午1点出片场子，不知道为何选在正阳下哦，好热哦。是怕运气太重，也许哦。他怎么关掉了？我那时候表哥也是选在那个大太阳下，正午啦，大太阳下。堂哥啊，不是表哥啊。哎，怎么变阿尔宙斯？哦，差点用到视讯。我自摸白痴哦，我想说啊，我怎么还没有胡牌？那我要叫你小橙橙。看我的画面，好看完了，好，这是你的，来吧，加好友喽。好，啊，一样哦，就是自己按回放，按暂停去加哦。晚安，不晚安啦，拜拜啦啦啦啦啦，回去打牌。哇，等一下啦，我水晶差点爆了，忘记放东西。快中午了，反正记得叫晚餐啊。嗯，早餐还没吃的说。谢谢爸爸提醒，我早餐还忘了吃呢。吃嗓子有爸爸好。胃要顾，该吃了吧？该了啊！ミスでしたか？繁星，我问你哦，被拉黑知道吗？不知道。七。被拉黑的人会不知道自己被拉黑，所以当时光遇这个机制让我觉得真的很难过。
干嘛？你要拉黑我是不是？欢迎，欢迎欢迎。啊，应该打这一张的，哭了哭了。光遇黑暗面，对啊。你被谁拉黑？感谢阿静的五个月会员。阿静身体好点没？W 不要超过三个，正常了哦。好，辛苦了，刚好碰到一堆鸟事，辛苦了。我们的坚强阿静，我们的阿静是最棒的。好吧，饭后一阵就嗅觉怪怪的，嗯，好吧，没办法。我被第一个加好友的人黑了，你是说陌生人吗？如果你是在那个野外遇到陌生人，很容易被黑单啊，他们就只是一点亮嘛，就黑单了。就只是好奇点开加好友聊个天，然后就黑下去了。光遇很难过的一面。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神社の休息前偷偷上线看台，但愿不要被抓到。你说被我抓到吗？还是被老板抓到？感谢加藤优一的超级干，阿弥陀佛。没有啊，刚刚是要说阿弥陀佛啦，讲错话了，不好意思。哇，日常就这样过了。もう少し手加減した方がよろしいのでしょうか。说到嗅觉怪怪的，前几天看到一个新闻，一个厨房的工作25的出现新闻，结果他后遗症不是普通的失去嗅觉，而是嗅觉改变，闻什么味道都是死的味道，超惨。哇哦，好难过哦。是老板，嘿，叫老板。哇，这什么牌呀？这是麻将牌。好了，多谢指教，不会，谢谢指教，谢谢指教。哇，你们好有礼貌，我最喜欢这样的观众了。是老板，你是那个吗？是的，船长啊，是的，老板。不要理我。好的，船长。昨天不是带你们晚上的一些人去那个吗？小熊的台，啊，就是我那个
个右下角那个，应该算妈跟爸吧。欸，然后最早的台他才画那个谁，铃兰哦，好可惜错过了哦。哎呦，好喜欢铃兰的皮哦，他的声音他的皮都香香的。100个了。哦，水粒子。哇，怎么有人可以那么会画画啊？兔子欸，金色兔子抓。对耶，又忘记爱心了，什么爱心？哦，克洛伊安安 ，Hello Hello， 能玩到几点啊？每次都这样子，好像男女朋友那边，你昨天玩到几点？阿杠。哇！是吗？没很晚，好。可以看他前世，我知道他前世，但是我忘记他是前世是谁了。之前我记得有挖过来，还是你可以撕我，我完全忘记了。这是悬赏任务，请让我看到国士十三五。不可能，太难了。当我昨天前天都没有偷偷看你们在房间内干什么吗？没有，你们之前不是一大堆人在房子里，房间里面。哦，是这个吗？感谢月月，那偷听台，好像找到了欸。他有在图奇开唱过来。哦，太棒了吧！其实比较怀念的应该会是哈记吧。没有，因为当时铃兰出配信还没出配信那个出来的时候，就我跟小雨先看到嘛，然后跟小雨那边讨论这个东西，然后后来才分享在那个 Amigo 嘛。可是当时他们就觉得还好，就只是什么虚拟的，可能就不感兴趣。那可是哈记当时一听到歌之后，直接整个直接听下去，我觉得很可爱。九的，我把歧途的台迷你吗？好啊，都来，一起敲。看一下哦，这是节操，这是月月。哦，好的，我同一个哎。来的时候，好的，回不去了，对。国士无双十三面直击耶，这什么意思？你不能正听耶，妈的错字，没事，至少他没回收，哪像你Joker，
有没有种打字不要回收？你妈至少遵循了我们护窝台的习俗传统。这是我们护窝台的传统。嗯，好烦哦。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因为那时候主要都是很少跟台啊，因为主要都是听歌啊。像我日那时候聊嘛，日 V 我就是也没有全程都在追啊，因为听不懂日文，都是听那些歌回档啊。龙。好。你在台上没回收过吗？私下也是啊。那我就要说，可是小鱼我在台上没有打过，没有打过，不，我台上没打过双等鱼，私下也可以打，对不对？一二嗯是吗？我是看到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单克两个彩虹，什么两个彩虹？我不是单克哦，长太像了吧，死了。当然のことよ。然后你们是悬赏是观众参加吗？观众要接受这个任务是不是？天哪，那我要把牌全部丢出去了哦、喔。说好的丢出去呢，繁星？再一分钟我就要消失了。好了，你赶快休息啦。没事没事。哎呦，这牌怎么这么好啊？昨天下午我们玩泰拉的时候。我们玩泰拉的时候 ，Joker 正在输入两次，结果发不出来，看得心痒痒。他可能只是切窗去点到，根本没有要打字啊。心痒痒什么？哦，赶快截图下来。怪人说对 ，Joker 心痒痒的，完蛋了。快截图，快截图。我没有。欲言又止，不是那个心痒痒。哎，你看现在开始在狡辩了。哎、欸，旅行商人呢、欸？来看一下卖啥？阿诺西米，厨师装。现在是怎样？屁啦！字母全部頂戴。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
鹿大大可以圆梦。此人氪了11单没出货，你氪了什么？哎、欸，你是晨晨哦、喔。本一次ドラ満願。嗯。没错。还没错。打牌啊，看台嘞。第二期在打折扣券吗？哦，对呢。我现在去看看 DLC 的东西哈。那款叫什么？我忘记了。The Hunter 对不对 ？THE HUNT 啊。哦，我的英文怎么这么强了啊？天哪，有时候都很难相信我自己英文变这么好。原特价买的是多少？你是说现在是355的那个吗？各位拜拜，休息结束了，要被抓去忙了。好，加藤拜拜，感谢你的费用。我先说没拿兔子的 DLC 哦，什么意思？他可以买兔子 DLC 不去狩猎他吗？还是他的任务就是要狩猎兔子？浏览全部看一下。哎，有火鸡耶，好可爱哦！雉鸡、火鸡、狗狗，他的兔子好毛哦，喜欢。哦，兔子是免费的，哎，对，也是免费的。兔子也是狩猎的，所以拿了兔子的 DLC 就要狩猎兔子哦、喔。这游戏太过分了吧？还记得以前不是有个手游是那个吗？很像要狩猎东西做东西出来吗？第二关就是要做兔子料理。我在那一关的时候就卡关了，我就再也没有开过那款游戏。狩猎小厨，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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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那个。あらら、しょうがないの。呼呼呼呼呼。为什么你可以蹭佩佩？克洛伊，腿在这里，过来，变态。我看到你说我卡关了，什么意思？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领上来喽！神经病，给你啦，拿去啦！你怎么不要？狩猎小厨的。哎、欸，你放水不行这样，你不能这样放水，还是你刚好摸到啊？你不可以这样子哦，乌一，该死，我该死的就该死了，你不可以这样子哦。
你放水，你这样是对我的侮辱，你不可以这样。你刚转战哦，我刚想说打出七，啊怎么卡了一下下？我想说，啊你是要还是不要？你到底是要还是不要？还是你是怕打出去放枪？哦，春娇很无聊哎，怎样怎样，他又怎样了？你也很无聊，你也很无聊哎。打他？为什么打他？你一次打完字好不好？一直刷，计量安安，跟你说个秘密，嘿，你跟他在一起了之类的吗？我觉得这不是秘密，欸，我觉得这是预料中的事呢，欸。打了这个，那打这张安全的。那他打了这个，可能是44吧，46。抱歉，没有那个换行，我知道。啊，你秘密要不要讲完？这人真的是很坏呢。还是没有换痕就是秘密，就很鸡掰啊，机车人。他就打这样嘿嘿，然后嘞，哦，你是说他对你说个秘密吗？那你想看看更鸡掰的人吗？没事没事，你正在看他的台。看。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誰？繁星好吗？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繁星就是一个鸡掰人。到了啦，没有绿色啦。梁元安安。推推，后一次。哈尼曼，你是不是需要个心灵导师？谁？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我需要的是克洛伊。狼哥早安啊，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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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哥你到底多大啊？
中杠掉不能绿一色，不是啦，是手上不能有绿色以外的牌啦。那刚刚是真的没办法，只能打掉了。没有，因为已经接近尾声了，那场上一直摸不到绿色的东西，然后吓吓他们。大雪哦，哦啊，我看到一只虫，我要去抓。只虫，哦，好吧，垃圾虫。想说那天看你在春景台聊天的内容，觉得啊大大姐啦啦啦啦啦啦，感觉很特别。看一下，商店，佛里剑十三桶，需要的是斗内的部分吗？不是，没有那么肤浅。啊，可以，我进 DC 咯，你要陪我吗？我手要按下去了哦，我根本不在，你们都不在房间内。感谢克洛伊的超级留言，没有跟你讲，昨天我一直在等克洛伊的那个抖内出现，结果等到忘记，结果我不然点下去那个直播关掉那个串流，然后关掉的一瞬间就跳出通知了。你不在 DC 啊？我知道啊，还是我去哪间你就去哪一间。那抖内要吗？什么抖内？那抖内你不要吗？要。不香吗？欸，其实蛮喜欢有个女生里面有圆这个字哎、欸。包括总觉得就很有气。气质的部分。都在克洛伊。嗯。我继续去盖个。我是很常卡关台后斗。不要这样，让我好好感谢可以吗？可以让我感谢吗？完蛋，我又把炮台卡到土里面去了，呀拜。圆圆呢？对啊，所以那时候跟因为曲西跟圆圆一对的时候，我不是对他特别好，特别温柔。感谢棉被猫的超级留言。对，那时候有跟圆圆同一队的时候。哇，感谢狼哥，谢谢谢谢谢谢。那狼哥有兴趣加入我们兔窝 DC 赖群，可以私讯粉专哦。啊，说到这个，我还没去问那个谁，他那边，那啥，幽离子。好，感谢 Ruben 圆，不是圆圆啊，晨晨乌一，感谢。叫错人啦，繁星，你好丑，你好糗。我可以这边先感谢吗？啊，感谢无名，感谢小月，感谢观众。不大，感谢不大，不会念。你看，感谢不大啊。先感谢了，要飞了。我们再来东一最速传说。我们圆圆，那个啊，我们有个朋友叫圆圆啊，金发头上有花圈的妹子。感谢小月的免费实习，那个字怎么看都是二声吗？嗷嗷！现实人物把无名击飞，看一下哦、喔，这个理哦、喔，好，
太难了吧？他是无名哎、欸，还记得上次你们不是一大堆人梦想梦到已经有点腻了吗？嗯，哎，让我赚钱了。奇怪，为什么你们都变成好像在赌博了啊？真的在赌钱呢、欸？你们干嘛？这样性质都歪了。哦，不对，麻将不是拿来赌钱的，是拿来沾好友的。要搞好搞清楚麻将本该的用意。无名是女的，是啊。诶，男的。有梦想的男人。哇，无名，你要不要再来澄清？你要不要把名字改成无名是女生？这个是这个 ID， 你看吧，你看吧，无名，无名要哭了哦。原来无名是女的，没事没事。我其实当时第一次知道无名的时候，我是一直把他当人生，当了大概快两个月吧。没事，我们兔窝有一些都市传说，按兔窝你不知道的事，有没有十万个为什么那一种？你知那个？其实你知道吗？无名是女生哦。嗯，不是无名不告诉你的事。因为无名这两个字很中二。哇，你好没礼貌啊、欸、死小孩，死屁孩，你讲话放尊重一点。リーチドラ、リーチツモタンヤオドラ。教主的会员大多都是女的，哪有啊？哦，也是啦，你看看那个，你看那个番茄，看看那个信，还有谁？小月棒棒，哎、欸，好热哦！哎、欸，各位，最新消息，就是我家来到了39度啦，对，可能达到一点哦、喔。我等一下要关机去楼下了。那不知道、欸、我不知道3点起不起得来、欸。啊，起不来就不用等我了，我真的私下自己跑就好。哇，尊重有礼貌哦、喔。哎呀，那个洋洋。喜羊就在说你，39热爆，还好他俩不在，谁俩？
那你现在还健康吗？我都还会讲话了，你问我健不健康？哦，刚刚应该的。台南32度，没事。淡水现在北部33度，但我家。你没有尊重到我，你打了我最害怕的字下去。没有啦，你姐你被解编后应该也是快关台了。咦？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我以为他是几行，没有啦，我删的啦。我很害怕看到那个字嘛。这温度该不会那烤鸭的温度吧？怎么可能啊？猪肥哦！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子瑶安安，好了哦，子瑶，子瑶，我的生日快乐歌什么时候要唱给我听啊？我生日都过了快三个月了，还一直不唱呢，好扯哦。对了，好久没抖输过钱了，抖了再走。感谢一位啊，感谢优一。哎呦。哎呦，我们的日麻少女很想口了呢。感谢优一的超级留言，还有感谢克洛伊的人气钱，谢谢。等九口生日，为什么？哎，九口跟我生日只差几天而已，你要不要先唱？你看，九口比我早生日哦，所以你要先唱了吧，你该唱了吧？哎，九口。逼他唱歌快点。有口，我们生日是不是很近？我们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什么现在什么？我们是不是是五月是什么套？巨蟹座好朋友。我们是巨蟹座好妈吉，对不对？你知道每天兔窝几乎都有一个人生日吗？那子瑶，你要不要唱歌？子瑶该唱了吧？今天六月有人生日吗？因为其实兔窝也快500人嘛，然后500人，你看哦，365天嘛。然后，如果真的每一天刚好都有人生日的话，真的很夸张。哦，对啊，不如我们来多一个台规好了。今天生日在919打的，可以获得子瑶的一次生日快乐歌。有没有229的？我记得有，好像两个，好像有两个兔仔石是229的。子瑶亲口唱给你听，人家不是有那个吗？那个什么，那个忠诚点数，对不对？啊，我虽然没有啦，
这是可以获得子瑶的亲口的那个哦，生日快乐歌哦。四年过一次生日，可是真的来讲的话，很多人会在三月一号或是2月28号过生日啊。我有两个同事，以前啊有两个同事，一个是228，一个229的，就同一天一起过生日啊。哎、欸，对，子瑶开台，我要去挂忠诚点数。子瑶开，我们要联署让子瑶开台，我晚点去。去社团 po 文，我的社群 po 文。我生日过九天后就是我的，只要你看，很多人都生日快到了，他没有设定忠诚点数，联署让他设定，我们要联署。各位快点，无名快飞了，无名快飞了，注意，小月加油。大家生日快乐！只要你现在是又不能开麦，还是出门了？哦哦！啊，失敗しちゃったかも。他好像小强啊，他又回血啦，不能开麦。好啦，没事啦，没事啦。没事啦。推推，亲一次。哈尼曼。他的求生欲望好高啊！任务失败了，完了。我仿佛看到他 ID 变成“还想让我飞啊”。还想飞我啊，非你莫属，我只愿守护我的天。每天都是我生日，有口我跟你说这句话，我每天都在跟他说，我每天就跟上班打卡一样的跟他说，子瑶，今天我生日，反正就是子瑶，我生日过了已经几天几天了。可是嘞，换来的是什么？我现在在外面不能开麦。七。然后不然就是我在买早餐，现在不方便开麦。刚刚唱过了，你在开台的时候，哦。我就说我为了你关台，以后看到你一开麦我直接关台冲进来听这样子。那再来想想说不要好了，这样子让他压力会很大，以后只要看到子瑶一出现一开麦直接冲进去，他又不敢来突我了，有没有？我哪有，你哪没有，我下次就是用录音冲进去哦，子瑶我的生日快乐歌呢，不然就是 OBS 截取到那个我们兔窝 DC 的聊天室，看你要打字录音还是他打字存证还是录音存证。你为什么要说谎？你为什么要那么萌？啊！你们等一下想看室内温度吗？我可以现在拍哦，我现在一个。哦，我手好抖，等一下哦，等一下哦，等一下哦。删除照片。手不要一直抖，繁星，你的手。立即的。哦。自摸啦，小事。
那个，我先贴 DC Life 哦。那等一下没有在兔窝的，我贴在画面上。Life 去 Life 去。つむどう？好。哎、欸，也不用啊，我直接贴那个就好了哦。繁星就想要平衡游戏，不行，就真的会抖，这我没办法，这个可能是我的一技之长。你家发烧了，没事，我家烧起来，所以为了我的电脑着想，我要赶快离开这里。来，那个请聊天室100位观众见证奇迹的时刻，我要死了。太扯了吧，还打了个两张。哎、欸、我有拍下那些有没有那个我的背景，我的开台画面。这不是造假，这也不是以前的照片。等等，点进去怎么会这样？怎样？点不开吗？好的，感谢皎月无名跟敖妈，念敖妈，感谢低温慢煮，啊，好了，感谢，好和平，真的，我以为可以看到厮杀，为了东西着想，主要是为了电脑着想啊，我那时候也是说啊，我要搬出去啊，对不对？可能室友有克洛伊，没有西敏，没有啦，快下楼吧。对啊，好啦，就先这样啊。啊，我的泰拉也要先关掉了。下课。好啦，感谢各位，我们去看有谁开台，我们带过去吧。麻子开台耶，天哪，好久，哎呦，靠，他还哭耶，我们去听他哭，应该是感冒啦，要吸鼻涕的声音。走了，我们去麻子台，他前阵子出了点事情，所以有一个多月没开了。哦，我们去降落到麻子台。好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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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脑快爆了。我每次都很怕闻到那种烧焦味还是什么，所以低头看一下。好了，感谢大家。哎、欸，感谢影月，不是感谢影月啊。哎、欸，影月，你知道揪团这功能吗？因为那一次每次发现都不小心开的比你久，都带不过去。好啦，那大家就这样，就先这样啦。感谢，拜拜。